巴克勒向森林狼提交一申请，愿续约球队名单。篮网、快船、尼克斯、虎扑9月20日讯。根据 The Athletic 记者 Shams Sharangi 报道，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吉米巴特勒要求森林狼将其交易。根据记者 Nate Winerowski 的报道，消息源透露，吉米巴特勒的心仪下家是篮网、快船、尼克斯。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在思考数周之后，巴特勒在当地时间周二告知了球队主帅兼篮球运营总裁汤姆希伯杜这一决定。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希伯杜一直反对交易巴特勒的想法。2017-18 赛季常规赛，巴特勒共上场59次，场均上场 36.7 分钟，得到 22.2 分 5.3 篮板 4.9 助攻 1.97 抢断 0.41 盖帽。季后赛场均上场 34.0 分钟，得到 15.8 分 6.0 篮板 4.0 助攻 0.80 抢断。 Vote 50521 Vote 编辑李奥。